计算机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，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计算机了。不管你是不是直接在使用计算机，你都有意无意的在使用计算机，或者在使用计算机给你提供的服务。比如说，你去银行取钱，ATM 是一台计算机，你在柜台上取钱，银行的职员使用的也是计算机。当我们使用计算机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要用计算机上面已经有的软件。比如说，你在使用手机。 当然，首先我们得说，手机也是一台计算机。我们要用手机的时候，我们想的是，去哪找一个 APP，而不是说我们得要自己去写一个 APP。当然，如果你找遍了所有的这个市场，你发现不了自己想要的那个功能的 APP，那也许这种时候你得自己写一个。如果你在电脑上你有一个特殊的要求，你想做一件特殊的事情，你找不到合适的软件，那也许你还是得要自己去写一个软件。 当然，写软件的这种事情呢，在现代已经很少见了，对吧？大多数的人都不需要自己写软件。所以，我们学程序设计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重要的目的倒不在于说你要为自己写一个软件，重要的目的是说，通过学习程序设计，你可以理解计算机是怎么工作的，计算机擅长做什么样的事情，计算机能做什么样的事情，什么样的事情是计算机不容易做或者不擅长做的。那么，计算机一般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呢？比如说。 呃，我们如果在餐馆里吃饭，刚坐下来，我希望能够喝一杯水，那我可能会跟这个维特、er、说：“请给我一杯水。”因为这个维特、er、是人，他不是计算机，所以呢，你只要跟他说“请给我一杯水”，当然，他维特、er、就知道说怎么去给你拿一杯水来，他会转身走到厨房找一个杯子，倒一杯水给你，然后给你拿过来。但是对于计算机来说，如果你想让他为你做一件事情， 可能没有那么好的自动化的程度，也许你需要一步一步的告诉那个计算机应该怎么去做。比如说，你可能会对计算机说：“你要转身走到厨房，然后找到一个杯子，然后找到一个水壶，然后在杯子里面倒入一些水，最后拿着杯子走回桌子。”计算机就是这样子。事实上呢？ 我们在说啊，它是电脑，它很很聪明，很智能。其实计算机什么也不会，计算机只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它一步一步怎么做，它就一步一步的怎么做给你看。当然，它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呢？你叫它做这一步，它一定不会走那一步，他它会把你要它做的每一步都做得很好。可是，它不知道怎么把这些步骤串起来，来满足你的要求。 那怎么去把这些步骤串起来？这就是你作为一个人要做的事情。所以，当我们面对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只要对那个人说 “What to do”，我要你做什么，他当然自己就知道要去做什么。可是面对计算机，我们就必须要告诉他 “How to do”，如何去把这件事情做出来。当我们要告诉计算机，我们要让计算机知道如何去把一件事情做出来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有一定的方式，我们需要有一定的描述。 这种步骤的手段，那么这个手段呢，就叫做程序。程序就是用一种特殊的编程语言去写出来，表达我们要计算机如何去解决问题的一种东西。也就是说，编程语言的作用是什么呢？我们用编程语言来告诉计算机，我要你怎么一步一步的去做，怎么走过去去厨房取水来给我喝。因此，我们不是用编程语言去和计算机交谈的。 我们是用编程语言去写下要计算机做事情的步骤，让计算机去执行。交谈是另外一件事情。如果我们拿计算机当作是一个人的话，那我们和计算机的交谈其实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你平时在你的计算机上做的那些动作，比如说你在桌面上看见有一个软件，你想要运行它，你 double click。这个 double click 就是你和它交谈的方式，你在命令它做事情，然后它把那个软件运行起来了。 给你看到了那个软软件运行的情况，那是他给你的反馈，这个是交谈。但是编程语言不是用来交谈的，你没有在编程语言的过程当中，不是用编程语言说一句它做一句，这是不一样的。那计算机懂什么样的语言呢？计算机其实只懂我们现在屏幕上的这种语言。大家现在在这个上面看到的是一连串的数字，你可能会觉得奇怪，我这里头不是有字母吗？没错，这是一种十六进制的数字啊，因为有。 十六进制，也就是说，它有从零到十五的数，每一位都有从零到十五的数，所以阿拉伯数字零到九不够表达了，我们要用字母 A 到 F 来表达后面的数字，所以里面会有啊字母在里头，但它还是数字，这是十六进制的数字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一段计算机能够懂的程序，用计算机懂的语言写的。那显然这一段程序摆给你摆在我们面前，谁也看不懂，我也看不懂，我也不知道这里面具体一开始 C F F A 这些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意思。 因为这一段程序是通过另外的一个软件，或者说通过一个工具，从我们能够看懂的东西转换过来的。它原来的样子是这样的。当然，在你学习任何编程语言之前，这一段文字对你来说也可能还是像天书一样。虽然你大概能够猜一猜这里面可能有些什么样的东西，这一段程序是做什么呢？ 这段程序是在用辗转相除法去计算两个数，也就是这儿的三十二和二十六它们的最大公约数。所以你看到的是这一段程序，虽然这段程序是我们说这是用人用编程言写的，但是你能不能理解它？还有程序之上的另外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列在左边、列在右边的这一系列的文字，这一系列的文字我们把它叫做算法。我们要去计算一样事情。 那我们需要有步骤，我们要告诉计算机怎么去做，就像前面去端水一样，我们要有有条理的一步一步的步骤告诉计算机。我们告诉计算机说，如果你发现 v 已经等于零了，那我们就算完了，u 就是最大公约数。如果 v 不等于零呢，那我们要去做一系列的复杂的计算，算完之后我们还要回到第一步，这样子呢能够不断的算下去，最后能够得到一个结果。这样的一些描述就叫做算法。所以你看，计算机能懂的是那种二进制的东西，然后呢？ 这是计算机懂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是人能够懂的东西，但是这是程序员能够懂的东西，这是学过编程的人能够懂的东西。再往上，才是普通人都能够懂的东西，这是如何去做计算的步骤，也就是算法。从算法到程序到计算机能够运行的东西，这中间有很多的步步骤，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。所以，我们要让计算机去做计算。 就需要像这样去找出计算的步骤，然后呢，由编程人员去写出来。那我们把计算机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叫做计算，不是说只有加减乘除做算术运算才叫做做计算，所有由计算机去做的事情都是计算，包括算算你的生日，包括画一幅图，包括给你看一本电影，这都是计算。只要是计算机做的事情都是计算。那计算的步骤呢，就是叫做算法。